原木体能运动区，还有观景瞭望台。哦，那刚刚已经走过板根原始板根森林区了，现在走，然后还要去小朋友玩的地方。Go。这里很多吊床哎，咦，慢慢走。跟妈妈牵好哦，哇，这里很陡哎，哇，这里好陡哦，我要慢慢的，不要用跳哦。有很多小鸟在叫我哎，他说你来这里玩哦，哦，这个是大冒险哎。以后依依长大一点再来这里玩。耶、yeah, 小乖耶、欸、从哪边走哦，终于安全了。